很多人喜欢喝粥，但来来去去就那几种。今天教大家一道蟹粥，虾皮炒至金黄后加入开水，把虾皮的鲜味包进汤中。处理一下梭子蟹，剪去蟹腮，把蟹肉切开，但不能切断，既能入味，又能保持完整，水烧至变白。加入大前天的米饭，煮五分钟，放入梭子蟹，再煮五分钟，倒入杂菜，加入食盐，撒点白菜心，味道会更清，撒点葱花，鲜味满满的蟹粥就好了，全家人都会抢着吃。